女子，实话跟你说，你为了人把你卖给我儿子做媳妇了，这有咋可能嘛？他们不是说假头人，不是他们雇来收草药的。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说的是真话，我掏了7000换洋把你卖给我儿子做媳妇。大爷，他们真的不说假头人呐，你们遭骗了，我们去找警察去。想啥你打都不要去。 谁都得嫁嘛，你嫁给我儿不会亏待你的。你说啥子啊你？他也大哥，求你放我走嘛。走走走走。咋样嘛？啥子呀？感觉。啥感觉？就你俩，我感觉没我没我了解。吹啥呢嘛？到底弄不弄还不知道着呢。弄了，都是弄了。弄了，那你说我耐啥样？打不打？ 打不打有你双关系？我肯定没弄，我跟你说。这是。让你留下，我会对你好的。那不可能。那你把钱还还我，我让你走。这个样子嘛，大哥，我写信，让我爸给我送钱过来，你看好不好嘛？你把我当瓜子，你爸把钉子带来。 把你接走，能给我钱不是废话的。你晓不晓得，你买妇女是犯法的，是要坐牢的。坐囚牢，谁娶媳妇不花钱，穷人花钱更多。女子，在做女人的，早晚都要过这一关。你嫁谁都得嫁嘛，你嫁给我儿，俺外人不会亏待你的。给我滚！ 这样子，总不能把身子弄坏嘛！我知道我是对付你，我是实在没办法。以后有娃子命白了，我家委屈你花我多的钱，你总不能辜负东方嘛！哪个嫁给你儿子了？畜生！你家里的畜生！给我滚！滚！我可够不想活来了。 10年前刚刚来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，后来我那个男的打得我实在是受不了。陈姐，陈姐，你把我逃跑吧，陈姐，那是逃不脱的。你说哪个不想跑嘛？那里出去只得一条路，他们都把路守到起，你根本都没得办法跑。逃不脱，逃不脱我就死。你可不能乱来哟。你说要死还不容易吗？你要活到起都难了的嘛。 你想哈，你的父母，他们把你养恁个大，你都还没有抱到他们，你啷个能轻易的死了喂？我跟你说哈，等到你将来能自由出门了，到时候再想办法噻。